大家好，我是 Samantha PTS 的特約報導員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Furrow Concept 的第二件戰術背心，就是這件了。這件戰術背心叫做 The Slickster Molly Base， 它的設計和玩法構造上都比較簡單的，有少少像 Tactical Tailor 的 Low Wix MBAV 那樣的，但是它的設計和一些構造上面都比起 Furrow Concept 對上一件我介紹的 FCPC 第五代戰術背心略為低調的。好，那大家看看這件戰術背心的前面先，心口和肚的位置都有一大片的魔術貼，那就給大家配搭他們自家 Adapt 系列的 Front Panel， 那當然你配搭其他的品牌 Front Panel 都可以的，但是如果你不想那麼多東西放在心口前面都不要緊，可以看旁邊，因為這件戰術背心配搭了 Carry Elastic Merbin 腰帶，它左右兩邊都有各四格的位置讓你放一些彈夾的，除了放彈夾之外，你還可以放一些醫療用品和對講機等等，因為這個位置是由彈性物料去製造的，所以你放完東西進去都不會鬆出來的。那我們看完前面就看看這件戰術背心的後面，它全部都是一些 laser cut 的 molly 來的，那就給大家扣回相應的 pouch 上去，那就方便不同玩家的需要了。那如果大家想用 Furrow 系列的 back panel 的話，就可以加一個 back panel molly zipper kit 上去，就是這個，那記住黑色這個位置向外，那扣在左右兩邊，那就可以加回我們 Furrow 系列的 back panel 上去啦。好，那今天介紹著這麼多給大家先，如果大家都想留意更加多 Furrow Concept 的新產品的話，記住留意我們 Facebook page 啦。